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向导节目，我是千瑞。褪去厚厚的棉衣，我迎来了春日啊，今天阳光特别好。千瑞今天带您来到了 Saramonte Subaru 车行啊，来到这里我们想给大家介绍一下2022年的 Subaru Crosstrek 这辆车。那我们顺便来打听一下它有哪些促销活动。Subaru Crosstrek 它衍生于第三代 Subaru Impreza 这辆车，那它的第一代的名称呢叫 Subaru Impreza XV， 是从第二代车型开始才改名为 Subaru Crosstrek。 XV 呢是来自于英语中的 XUV 的缩写，意思是 Cross Utility Vehicle， 也就是跨界休旅车的意思。现在这款已经是第三代车型了。这款 Crosstrek 是在 Subaru Global Platform 这个平台上生产的一个新车款。这款车和上一代的车身呢是差不多的，它车内的乘客空间呢有100.9立方英尺，然后你看这个后备箱这个区域呢大概有20.8立方英尺的空间。好，如果我们把后排车座全部放倒的情况下，它的储物空间可以达到55.3立方英尺。在动力方面呢， Subaru Crosstrek 它有两个选择，一个是 2.0 升的这种四缸水平对置发动机，还有一款是 2.5 升的四缸水平对置发动机。 2.0 升的发动机拥有152匹马力和145磅英尺的扭矩， 2.5 升的引擎则拥有182匹马力和176磅英尺的扭矩。油耗呢，两款引擎是相差不大的，分别是2.0升引擎高速呢是33英里每加仑，城市28英里每加仑，2.5升引擎呢是高速能达到34英里每加仑，城市27英里每加仑，在同等车型中油耗表现还是不错的。另外要提一下的就是这款 Crosstrek 也有手动挡的车型。今天呢我们车就先聊到这里啊，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它的促销活动。 Alan 最近有没有什么一些活动呢？我们现在有的，现在主要是我们的售后维修部门有一个 Make Love Last 这样的一个活动。那具体的活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吗？行，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的这个维修部门现在重新这个装潢过，所以说他们的一些设施做了一些更新，同时呢我们现在预约这个维修的进程也更加快了，大家可以随时在网上直接进行网上的预约，不需要打电话或者进店来预约了，这样可以节省大家的时间。包括我们现在还有免费的这个无线网络或者是 TV， 大家休闲的时候在这等车等待车子维修的时候可以来这个观看和使用。包括我们还是一个比较欢迎宠物进店的这样的一个车行，所以大家可以带着自己的宠物小狗一起过来都没有问题。今天呢我们主要是带大家了解一下 Crosstrek 这款车的硬件，那下一期呢我们会带大家继续了解一下这款车的价值，因为这款车在同类的汽车当中呢它有最高的转售价格和最低的折旧率。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有关 Subaru 的信息，欢迎来到 Saramonte Subaru 车行，这里面的华人销售将竭诚为您服务。如果想了解更多的促销信息，也可以参看大纪元的汽车板块。那当然了， Subaru 车行它还有收购二手车的服务。我们现在针对二手车，我们对您现在所持有的二手车可能会有一个估价的一个活动，这个估价呢我们可以再进行在电话或网上的预约，然后您可以带着您的爱车过来，我们这边有二手车的老板可以为您的爱车做一个免费的估价，这样呢您不管是购买下一台我们 Subaru 的新车，或者您直接将您的二手车卖给我们，您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我们会给您一个非常好的报价。谢谢。如果您家里有二手车，可以来到这里估价一下看一看。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见，拜拜。